4月2日下午，人气男子团体 Super Junior 成员西澈一生始愿结束台北演唱会行程，经由仁川国际机场返回首尔。当天现场不少粉丝前来接机， Super Junior 三名成员虽然口罩遮面，但仍然看得出来心情不错。三人被各自的粉丝包围着过马路，途中跟粉丝偶有互动。据悉 Super Junior 将于5日随所属社其他艺人一起赴迪拜出席 SM Time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